明仔载要去台南甲嘉义。哎，对对对对。要去倒位啊？看什么人？明仔载主要拢看迄落啦。台南吼，后壁乡遐的迄个樱，迄个兰花吼，兰花的迄个培养研究所遐吼，真阔哦，300多平吼，我讲遐真重要。啊，甲迄个番米咯，迄个无米咯吼，迄个黄先生遐哦，要去遐看因咧农村是安怎咧做哦，啊，抑个要去即个柳营哦，柳营啦吼，哦，迄个农场啦，啊，带煞了，隔工去看即个迄个。 黑山头，听你讲最近做了真好吼，厝啊起啊好势，啊公园啊做了真好势，我想有时间来去看。啊，隔间下来，迄落嘉义啊，吼，嘉义嘛几啊位所在呢？过去，有去过所在，看因安变啊什么款，啊就看下。啊，总统你回来第二天啊，马英九就要就职啊啦。 就要就伊嘛，你有啥物建议要互伊无？无啊！啊，这几个月民调无好呢，就是足侪民怨的啦。你安怎看？嘿啊！迄是安怎我毋知影呢？迄种报纸你讲的啦吼，对毋对吼？啊，我呢尽量吼，我嘛捌做总统嘛，所以啊，伊即马做总统安怎吼？ 尽量莫去讲较好势啊！哦，莫讲较批评较好势。哦，要做总统诶人，就会用领导国家，国家第一，老百姓第一。哦，用即个观点吼来处理代志，目睭都看较远诶，啊较实在。哦，这着真重要。啊，地方诶情形无了解，老百姓哦生活情形无好势，即马发生足侪代志咧吼。 即个看这社会吼，真侪代志，啊，即款少年家嘛变甲拢无共款咧，吼，吼，啊，什么家下迄个家友啊，破赛道安尼，像即个代志，实在社会上咧无好听，无好看，吼。哦，爱心灵法师啊，吼，讲希望吼。 马英九对陈水扁代志啊，吼，用另外一种方式来甲对待，爱甲善待陈水扁。我唔知啊，哦，这个代志吼，这个代志后续法律上、司法的问题也有，啊，政治上的意义也有，啊，大家拢讲来讲去啦，吼，啊，我无对这个我无爱讲意见，吼。啊，蔡主席有加一篇吼，马总统。哎，你有看到无？有啦，我有看到啦，哦。 啊，伊讲的嘛对内阁的问题也有意见啦吼，啊对嘛叫马总统都安怎吼？啊，我甲伊无共款啦，伊是民进党诶较早总统诶哦候选人，甲伊竞争过吼，我甲伊无竞争关系，我无必要讲。今仔日吼，即个三立吼，即田先生吼，有要甲我问我一寡代志啊，啊迄是。 迄较重要、较大诶、较根本诶问题吼，比如讲台湾现在民主，安尼会问我诶看法甚物款？啊，要按根啦开始吼，要来安怎来改革较好？吼，啊心，每一个人诶心应该都安怎较好对吧？拢会问到即款代志，我反正真重要，所以我即款诶比较较重要较。 哦，较深入诶代志，我来讲较好，莫讲逐个咧花诶代志吼，啊，对于咧花安尼较无意思，多谢你吼。许信良伫证监会有讲着领导诶代志，许信良在证监会有讲着领导诶代志，敢是讲安尼？我甲恁讲吼，我实在拢袂记起啊啦吼，啊，迄落代志吼，即阵吼佫拿出来，我做清楚些，迄当阵我才几岁你知？我会记迄当阵。 才70岁，60几岁，做主席做70岁款，啊，61岁无咯，61岁，啊，对，61岁，我唔对嘅。啊，61岁，我即满91岁，30-40年嘅代志袂记啊，袂，我唔知影为个代志是安怎啊。啊，尽量呢，迄落要选党嘅主席吼，啊，提这代志出来你讲，对我来讲起来。 啊，我都袂记啊！因大家那遐尼会记，我都唔知影吼。啊，迄的确有目的咧讲话，咱无需要嘛。我咧感觉吼，过去啊，迄代志啊吼，所以我讲最好的就是啊，拢袂记了啊啦。啊，迄个代志无想讲，即嘛啊对人安怎，我无安尼咧想啦。东东最近是怎样啦？啊，最近情配，啊，最近情配，刚才袂歹吼，最近。 无一定呢，你若看唔知啊。最近敢若较瘦呢，瘦差不多一公斤外，1公斤外。你最后你有吼，可能较无食饭的款啊吼，啊你，唔是啊，伤热，也是呢，啊年岁也关系呢，骨头疼，吼腰疼遐疼吼，哦啊都。 再去是啊，较无法度早爬起来着吼，各种有啊。啊，目睭嘛最近呢，你看，不到啊行呢，目睭呢，因开刀了后呢，目睭也无好势，所以身体本身呢，嘛尽量啦，行一长脚去行，我看是应该无问题啦吼。哦，多些了解。多些了解。 这边来哈，1、2、3，哎，楼上不好意思哦，哎，楼上老板，正前方哈。